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51集。这只手摸过你，我也吻过你，还记得吗？石书静痛恨司文臣对自己这样，如果可以不用秦家替他承担责任，他一定毫不留情地给他一耳光，高声骂他的无耻。可是他不敢，因为司文臣他惹不起，他敢做一件冒犯他的事情，他能让他身边所有人给他陪葬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，他无权无势，所以只能任人鱼肉，非常的可悲，可悲到了极点。石书静咬牙半天，硬生生挤出一句非常无力的话：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司文臣就想笑，你现在是想教育我什么对什么不对？浅笑的嗓音颇有些嘲笑他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。石书静当然知道自己没教育司文臣的资格，